你好，祝你有美好的一天。这就是频道 Celebrity News Today 247，这是今天的新闻。近日，肖战又一个新代言得到了官宣，肖战官宣为 Tox 的品牌代言人，这样的好消息让全体粉丝级沸腾，支持就如约而至，这也是粉丝们一贯的态。值得一提的是，自从官宣之日开始，品牌方已经续两日安利肖战，另外还向粉丝透露肖战的520注，真的非常满足。品牌方表示，举手投足，转身回眸，一个潇洒利落的动作，都源自于内心的坚定无。不仅如此，品牌方还向粉丝透露肖战送给大家520祝福，总结出来就一句话，愿你步履所至，心有所。相信大家都已经收到了祝福。品牌方已经连续日安利代言人肖战，另外还卡点向粉丝透露肖的520祝福，希望大家都心有所属，真的非常满足。520就和代言人肖战一起过，粉丝们也都会好好陪伴肖战身边。从粉丝们的态度来看，大家同样给肖送上了祝福，希望肖战可以开心度过每一天，接来依然会陪伴在肖战身边，肖战也确实值得。总感谢国际大品牌对青年演员肖战的认可，而是证明选择肖战是正确的。从热度到销量，粉丝们的太棒了，甚至影响力还传到了海外，不得不服。望粉丝们可以继续为肖战加油，祝福肖战一定越来越好。收到肖战的520祝福，真的非常满足，希望战可以开开心心，事业也顺顺利利。